现在去准备一些防疫的物品，还有小朋友班牌、名牌等东西。上车前准备下楼，在驻点时间也没有闲着。询问同学们以后，还要来下来确认一下他们餐桌位置。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半夜了，此时的领队都还没休息，真的是不知道减到几点啊！现在的时间是5:23，超早的。今天要体验就是领队的职业，就是带国中、国小、高中的康复哥哥姐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？今天有一整天的机会。OK， Go Go。现在时间好，没有时间。好了，反正就是晚上的8点多，我们要来开新建会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领队们现在正准备一些防疫的物品，还有小朋友班牌、名牌等东西。只能说防疫做得好，出去玩没有烦恼啊。接下来我们要签切结书，还有一些合约的东西，保护你我，保护大家。Very good。接下来我们要开行前会了。那更多领队相关工作的内容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早安呢。好的，我们到快到学校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先开始分装备。最近会分有关，会分装一些零食、饮料那些，然后老师的东西，里面会有报纸之类的。我自己分。没有了，我走了，终于下。我靠，超帅！开始接对学生，妈妈要进来喽。然后学生先到了就会先就是整队，然后点名看谁还没有到，然后跟总领队回报还有谁没有到，然后等待老师。不是，这是跑要行车平安。对，行车平安，希望可以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。在小朋友陆续抵达学校以后呢，领队们会开始进行体温的量测，一天总共量了4次。接下来就是跟同学讲解车上安全以及培养默契的时候啦，好让彼此的默契能达到最佳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啦，然后像领队大哥哥大姐姐呢，就在提醒他们，就是可以还没吃晕车药的赶快吃，然后还没上厕所想上厕所赶快上。我们准备好了就可以准备出发了。上车前准备下楼。上车了，没错，领队们点完人数后，并提醒小朋友系紧安全带，也会在这个时候呢播放车上安全逃生影片，并透过互动的方式让小朋友更加深刻哦。在到每一站之前，领队们都会用幽默风趣的方式来讲解景点，不仅能让小朋友们听起来不无聊，也能把历史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哦。所以那一座塔叫做慈恩塔，即使它有9层，它也不叫9层。果然是之前当过领队的 Chloe， 太强了，把自己背出来了。校出发第一站月台缆车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谢谢。好，看不到，透明。出发！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日月潭坐缆车到九族文化村，然后从九族文化村走部落下去，慢慢走下去。对，然后到星际广场之后解散同学，然后到下，然后领队就开始驻点，领队需要的工作就是驻点，然后随机一天看同学有没有落单啊，突发状况之类的，对，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，然后遇到同学的时候关心同学，帮同学拍拍照片，这大概就是领队在驻点的时候的工作。那我觉得这个旅行社很贴心的地方，就是他在2:30的时候，他那个集合一个时间点是帮学生量体温，对。在疫情中的疫情期间，加上还有出来玩同学，可能不太会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对，可以帮随时注意他们的体温，看有什么症状这样。我每次搭那个缆车都会觉得很紧张，很可怕。对，我就很怕。还好，就是水晶玻璃的话，可能更可怕，眼睛完全不会张开的那一种，對跟我妈一样，一上车就闭眼睛。他是猫头鹰。你等下去看猫头鹰，他写什么？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要烂！我因为我聪明。
我真的很佩服领队能跟小朋友玩在一起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很尴尬，想不出话题，但是他很强，他可以跟小朋友整个融入在一起，然后不会尴尬，不会冷场，超强，我很佩服。我要尖叫声！看到这边，大家是不是觉得领队大哥大姐姐都是有跟小朋友在嘻嘻哈哈的？嘿，没有好不好，他们其实也会在这个时候跟小朋友讲解一些地理知识，像我们现在原住民的部落啊，他们就会跟他们讲一些有关原住民的文化，那也会在体验的时候帮小朋友拍照留念哦。但是总领队打电话来关心我们领队的状况，看看每个领就是每个班级的升学状况如何。那因为毕竟都花钱，不希望钱是白花，希望来这趟旅行就能学习到知识。跟大家说，我们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早餐，我真的觉得当领队应该很容易瘦吧？想减肥的来当领队啊，快点！到了新系广场呢，我们的领队们会在这边跟大家说什么时候要集合，然后去的地点在哪里，然后也会告诉小朋友我们会发下餐券，记得午餐要去使用这样。在解散以后呢，我们会领队人员会拿到就是餐券，就是我们的用餐时间。领队现在在驻点时间也没有闲着，就是要帮忙晚会的时候有个小惊喜，然后学生写上去之后还要美编，对，看还要画个图，然后集合同学的时候顺便拍拍照，问一下学生，觉得在游玩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，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这里不舒服，有没有把餐券花光？对对对对，这重点重点。进饭店。领队哥哥大姐姐在车上都有教育他们，就是在进饭店的时候或者进餐厅，不管在哪里都要保持安静。好的，小朋友都已经入房啦，然后我们现在领队的工作就是要一间一间去询问到自己的小朋友，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问题，再提醒他们一些注意事项这样。那个房间检查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然后帮我把窗那个窗帘拉起来。OK。然后那个我先忘记跟你们讲，大厅在一楼。好，电梯要按一。好，然后因为很多班级，所以怕电梯会塞车，所以你看你们要提早5到6分钟左右就先下来。好，我再走下来。房卡借带。好。OK， 两张，都要带。好 ，OK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拜拜。询问同学没有问题以后，领队也没有闲着，还要来下来确认一下他们餐桌位置，以防等一下这小朋友可以进场可以更顺利。OK， 晚上的萤火晚会就在这里办，对啦，晚上的晚会就在这里。现在我们的 King 哥现在在准备器材音响，全部都是用手语来表示，连领队也要，因为进餐厅就是要保持礼貌，保持安静。统一听口令，拍手两下，再两下。在用餐过程中一定不准讲话，这是防疫规定。晚会要好玩，领队也很重要。现在我们的 Chloe 现在来准备晚上的晚会的板子。
学校的领队带他们一起跳舞，气氛整个就来了。结束，然后现在领队们开始在领小朋友的宵夜。晚会结束了，领队们会开始发宵夜，发完宵夜以后也还会提醒小朋友们要注意哪些事项，例如饮料不要打到地毯上啊，然后东西要好好吃啊，摆整齐啊之类的，或者是明天的集合时间之类的，都会提醒他们。没错，现在先看到就是领队哥哥们，他们现在在看今天的行前会议，就是记录一下明天有什么注意事项之类的。摸摸头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半夜了。吃完饭，我们快速梳洗后，又开始进行剪影片。这个影片呢，就是把今天拍的照片还有明天拍的照片结合成做成回忆，要送给同学们。此时的领队都还没休息，真的是不知道剪到几点啊！辛苦了大家，晚安了。今天结束，晚安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时间是隔一天的6:30，我们现在模拟考刚下，就是领队跟学生们起床的时间。还有声音吗？没有声音了，加油，我们快结束了，加油，还有一天，加油。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吃到饱，早餐就吃饱一点好吗？吃饱之后以你房间为单位，你房间有几个人，几个人吃饱上了厕所之后 OK 来找我领房卡，找肉包领房卡。没错，我们第一站到了车城火车站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拍全校大合照。这时候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就开始在整队，调整出最好的拍照的位置。你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？是空拍机啊！超酷哎，居然有空拍机耶！现在拍照也越来越科技了，高科技了是不是？越来越高级耶！太酷了！各位观众，除了空白机，业务居然也变出360度的无死角相机，太神了！来，起立，请起立！1、2、3，双手举高，举高举直！1、2、3，耶！1、2、3，耶！那我曾经飞走过啊，怎么可能？风很大的时候，我是真的。真正会驾驶的人，真的会驾驶。出发来去做 DIY， 进来以后大哥哥大姐姐也没有闲着，赶快进来领椅子。这是我们家的，真的耶！当小朋友在体验时，领队们也会下去帮忙小朋友制作，让 DIY 的课程能顺利完成哦。好，那我们到了餐厅以后，赶快先去看我们小朋友的、看学生的位置在哪里。摸摸抽，摸摸抽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安全小天使医护人员正在采食物的剪体，以确保同学使用的东西都是健康安全的哦。会将这个剪体存放3天72小时，如果有发生不幸的意外，都可以拿出来做比对哦。吃饱饭了，准备前往下一站。没错，上车跟小朋友讲解下一站的景点历史之后，也会跟小朋友进行快乐的互动哦。哎，我就问，这台车会不会太悲？你们都分手了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没错，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现在就在准备各位弟弟妹妹，不是各位学生的那个回程点心。回程
路途遥远，怕同学会肚子饿，所以就是有准备了。是不是超贴心？我就问。十五级我们来到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，也是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站。此时的领队们除了会将自己所学交给小朋友外，也会邀请小朋友上台互动，让整个过程变得更生动有趣哦。鱿鱼跟上抹香鲸的时候，鱿鱼会怎么样？什么攻击他？斧张金看到斧张金怎么攻击？是这样搓吗？是这样打吗？并不是，好吗？不能搏，不能搏。缠住他，不要紧，咬他。对。这集的两天一夜的冰旅行来到了尾声啦。这个时候，领队们就会将影片播放给同学们一起观看，让他们一起回顾这两天一夜的点点滴滴。最后，也会将这个影片送给老师，在未来有机会可以一起拿出来回顾哦。我希望啊，各位同学，在未来的道路上啊，不管说你上了国中或是上了高中之后呢，千万不要忘记你曾经身边有这些同学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不管他再怎么困难，先做再说，事情就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。那祝福你们各位同学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呢，都能勇敢的去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。最后啊，代表我们的永泰国际旅行社以及爱玩客娱乐活动团队，为大家致上最诚挚的谢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时候呢，同学们都下车了，领队和姐姐们就是要检查有没有遗失物。超多的，检测完毕，耶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领队哥哥姐姐呢在点名确认每位同学都有下车，但下车完毕确认完大家都在以后，就会让家长给接走回家，然后旅程就结束咯。这个时候呢，领队哥哥姐姐呢也会亲临交管，保护同学们的安全。哎，对，我们现在收我们的物资，脚架物资，对点枪，有没有遗漏这样？衣服要难洗，每一个都要洗，绝对要洗，绝对。不用折了，要洗，折不干净。等一下，阿屎要洗了。你叫我，你叫。好 ，OK， 到。来，蛋蛋外套。蛋蛋，淡淡的泳帽，为什么也湿湿的、啊？因为我刚去游泳，我刚去游泳，天哪，好湿哦！你要叫我开始吗？好湿哦！什么好湿？我终于结束了，好累哦！我不知道我的精神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你对哥哥姐姐们的活力到底怎么来？那这几天的感觉就是很佩服领队，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的默契，然后到。去学校面对学生还有老师，因为两边都是陌生人，但他们可以很快的就是把气氛炒热起来，让气氛不会尴尬，让学生认识你，让学生相信你。我真的觉得超佩服这一点，也觉得很佩服哥哥姐姐的喉咙，对，两边喉咙，我们两个声音都超级哑，很痛。哎、欸，你都没什么喊的，你都不用喊，而且我还想，好痛哦，好累、哦，我已经沙哑了，两天的声音就变成这样。那你想想，很多领队都是连续12天、14天的，对，就比如说3天毕旅，后面接2天隔宿，然后6日还要出社课之类的，对，这真的是很累的连团。